同学们的都扫完了哈，不扫也没关系，今天教务处都会一直在那里扣。这堂课是免疫学，因为里面有大学部跟硕班的，所以你们教材在登录那个云端学院的时候，你们自己要登录到对的地方。那这堂课，我会录影，我现在在测试。今天这个，因为 Google Meet 不能录了，所以我现在用 Webex 在录。那今天我测试 OK 以后，我就用 Webex 录。但是 Webex 录影的档案它会存在这里，所以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及时的传到云端学院给各位同学。好，那。就是，这是我的 email，有课程有问题，要跟我约时间，等等，就是写信，然后 CC 没有，我每天都会收，除了礼拜六、礼拜天没有，我心情好，我就会收。那个 CC 没有，你要用学校的 Outlook。就是你们学校的信箱寄给我，那你如果用学校的 GM 信箱，你给我丢到 GM，这样比较不会被打。那我的 Google Mail 的话呢，是两三天我会收一次，我不会天天收。好，所以讲我说，你急的话，你也可以打电话，会听得到我看。你就早上7点以前 call 到我实验室，我一定在这样。8点以后星期一有课，那其他日子8点以前你 call 我，我应该有会在。中午的时候如果没有开会，你 call 的话，我大概也会在。那这堂课刚刚请你们扫 QR code，但是其实我啊先，他不理我。就是这堂课有课本，等一下，课本是中文的，因为这堂课本来开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好好念念书。我出了，这是逸轩出版，它是第五版，目前这本书英文版是出到第七版，那我用的是英文书是第六版，那我把第六版跟第五版看过，就是。比较过，因为它，中文出版日期哦，其实2019年的，算是5年前有点久，不过大部分都还好。那这本主要把大部分的人体免疫学，我觉得它写的非常详细，它主要是用人体的角度写的，不像很多免疫学的课本会写动物啊，或者是微生物，它没有，它是完全是人体的免疫学。那它后面。我的章节就是都是 vocabulary 词汇，那我觉得它很好。你如果上网，有时候你会看到它的某个英文的章节，但你可以互相的就是比较一下。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翻译的还不错，它只是里面本文内容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句子。我念那个中文念了3次，我自己都念不懂，那很熟悉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可能你们看听得懂，但是我们中文不好，所以我看我也念不懂，所以我后来就买了英文的课本是这样。那假如说你们需要哪一段的英文原文的话，你再来找我，就是让你公开的这样子好不好？然后这个我看我觉得写的还不错的，这堂课。我会总共12章节，我尽量尽量5个章节都会上完这样，好，就是让大家可以上完这门课，就是念完一本书，不管你是不是有吸收那些知识，至少你念完，然后有那个印象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样课，因为是开大四，我不想要为难你们，是不让你毕业这样，就轻松的上课就好了，就听我上课就好了哈，不用，我也不需要你们上来报告和补药。
你们报告的，我还要听，我觉得我好辛苦。那个 vocabulary 呢？我这些专有名词上课的时候，我会尽量都用英文讲。有时候我会用中文讲，但就是大部分都是用讲这些专有名词。所以你如果上课前对这些专有名词很陌生，我建议你先看一下啊，就是上课前对这些中文英文的专有名词。陌生的话，先就是麻烦你先看一下。那在这个课本的后面，就是说，第一个是词汇，我不会喜欢；第二个更喜欢，就是它每个章节它都会有延伸的阅读，就有一些 paper 或是一些延伸的阅读。就这个作者哦，他不会觉得他自己写的很好，因为他是有漏洞。他觉得不错的 paper，他都会放在后面，每个章节都有。所以你说对哪个章节有兴趣，你可以自己。下去看。这个，我先讲这本书的后面，课本后面的东西哦。那它有附录除了刚刚的 vocabulary 跟延伸的阅读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细胞的基础，因为这些都是免疫细胞讲的。我们讲免疫学，大部分都是跟人体免疫有关。那这些免疫细胞通常都会分泌很多不同的激素，有不同的功能，在不同的组织，那很重要。它其实还蛮复杂的，不同的东西面对不同，就给不同的对方受到这些激素，对不同的细胞受到侵袭之后，会有不同的反应。好，所以我觉得它整个的，你如果有兴趣，你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，它没有全，但大部分比较那个 common 的一些三头产的功能，还有主要细胞的影响，它都会写在上面。最后就是这本后面呢，有那个临床的病例，唯一的病例不多，但是我觉得至少你没看过就知道它的心理医学。未来，如果你想要应用，或者是实际上在生物医学方面，它是怎样的一个角度，或是怎样在做研究或探讨的话，你可以看后面的临床病例。那这本，因为1919学的时候，第一次上课研究这本教科书，然后所以有部分的学长姐。大部分都毕业了吧？他们可能还有这本书，所以你如果要用旧的，我也很会。好，那你要买新的也可以。你不想买，我看我 PPT 你就会考试，我也觉得 OK。好，就是我没有强迫大家买。但是假如说我的课程有书，那我大部分就是会跟着书上课。考试呢，大部分也会以这本书为依据这样子。我记得一圈上面你可以自己定，它大概两三天就到了。然后，假如说你们要团体定，那谁要帮大家举个手吧？没有加分。好，先讲。因为我记得好像10本还是20本会比较便宜，然后他直接打电话到医学去问。那这件事情你们就自己私底下解决，反正因为我没有强迫你买，但是你会发现我等一下我下一节课就是下个礼拜的课 PPT 我还没做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大部分我都是会裁上面的图那个图表，就是这样子上课。啊，来看课程内容，先。我先说明一下课程内容。刚刚的 PPT 还有那个课程内容都在那个云端学习，可以看一下。那我就是把这个，你如果听学长姐讲过，之前是有授权的医师还有研究人员跟我们一起上课。那因为他们这学期没有被生物系聘，所以变成我只好全部自己来。那全部呢，我大概排的就是从第一章节到第12章节，应该就是会全部上。
然后因为中间呢，我很倒霉要去科展，有一天我要去新竹，所以可能没有办法上课，所以我决定把两个章节，然后中间又有清明节被放假掉，所以这两个章，我就把第三章节跟第12章节，我用非同步的方式上课，也就是我会事先录好，但录影就不会像一般我录课程这样，就是从头录到尾，因为要你听1个多小时、2个小时的录影，真的是很累啊。所以我尽量这种非同步的，我是分段录，好啊，所以会把课本上的主要的章节的标题当做是标题，那你可以有空这样看。你不看，不是我的事情。然后，但是第三章节的会纳到期中考试内容，哦，那第12章节的会纳到期末考试。那中间会有2个小考，我忘记有小考这件事情。啊，所以等一下，我先放到后面。所以最后呢，我就把它稍微整理一下，就是在你们这个 PDF 档。第一次小考在3月15号，然后是我上完课后，那小考会，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是期中考在考，但是会包括第四章我上课的部分。然后小考我会用 Google Form 开大概2、3天给你考，考试日期就是那一周。礼拜二上课就会礼拜三、礼拜四开联考，啊，你不要忘记考，很多人都会忘记考，然后最后我都会收到很多信，我会有点小困扰这样。期中考，原则上是期中考之后来考，然后我本来要去订那个电脑教室，但是电脑教室目前有一点，就是星期二电脑教室有超过，我们班现在有30几个，超过30个位置的都已经客满，然后有位置的有一间就是那个20个人的，你要分2厅考试，或者你如果愿意的话，就是要星期二的中午到下午，就中午来考试，它那个有空间哈，那我可以去订中午，就是1个小时。通常我考卷不会写很久啊。对不对？一个小时应该写完。好，大部分选择题嘛，不会就是猜一下就好。那期中考到时候你们，我会再问你们，是你们是要中午还是期末考？要中午的几点？中午。那分两批考呢？分两批考，那分两批考，那就是从10点一批，11点一批。那你如果觉得自己1个小时写不完，你就要事先跟我说，你要排在10点那一批，好不好？那一批只是20个人。那但是第一批考试的同学，你可能就是要留在等到大家，就是你要做满1个小时，你才可以离开。好，因为第二批上来你才可以离开。那我们就会先就是分批考试，好不好？然后后半部的地方就是期中考之后的课程也会有一些小考，然后是5月24，会有第七章，第七章有分2个部分，所以有部分的，对不对？第七章、第八章、第九章分2个部分，那第九章全部上完的时候才考试。然后10、11、12就从7到12会纳到期末考的那个范围里头。他只要想考的题目哦，期中考、期末考都会出现，一模一样出现啊，所以就是让你们就是习惯一下这堂课考试的样式呀。所以你如果考过，题目几乎100%还会再出现一次就对了。然后期末考会在期末考周的前一个礼拜。那一样我会再去借电脑考试，好不好？这小考都是 Google Form，然后期中考、期末考都是学校的那个云端学院里面的考试机器啊。那期末考之后就不要来了，因为大概都是在算成绩。那你如果要照你的成绩，你应该
期末考周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到学校的教务系统上看到。那假如说成绩跟你感觉分90分，老师能给我89分，哎，那你可以就是写信问我一下，说哪边的成绩是不是有问题？为什么你少了几分这样子？那通常你考试出来的成绩，最后我总成绩我都会平均之后我会再调整，好，所以不管是小考还是期中考、期末考，你应该都尽量给你看到你们成绩这样。好，那下面会有两个，就是提醒大家，就非同步上课，一个是第三章节，一个第12章节，好，这两个。记得我不会上课，但是我会事先录音好给你们。首先就说你今天课程这个课程介绍，你就可以下课。好，那其实所以上课方式有同步跟非同步，非同步跟了2门课。那假如说有疫情哦，某些人中奖和全校要停课。那所有课程就会改成非同步，你就会自己事先录好放上去这样子。那小考变40%，就两个小考试是20%，然后期中考、期末考各占30%。那个课程的所有的资料都是放在学校的云端学院。然后。因为我尽量我会录影，如果今天我看 Webex 出来效果不好，之后我会加那个录影机这样，所以我可能二择一。你如果要考，很多人就是会忘记睡过头啊，或者就是真的忘记，没办法。那补考的成绩我会打8折，那你如果期中考到期末考的时候才要跟我讲，你要。是那个小考一的话，那打对折哦，就是成绩就是我会扣的比较重一点，因为这都已经期末考，人都跟我讲哦，你要补考小考一。如果我看到有人没考，我会尽量提醒哦，所以尽量就是补考。你如果那天有事情或那几天有事情，就是感冒、生病，可以事先跟我讲，好不好？那我就不会。就是不会帮你打折，就会再给你一个考试的时间。那云端学院你们都会用吧？云端学院，警报。哦，对，开了两个。那通常我会尽量把每一个章节就是排整齐啊，我尽量，因为它不像那个 Google 云端一点那么好让我去排版啊，所以我尽量就是会依照章节跟日期，好，我会把那录音档会用日期来标，所以你应该就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。那今天的两个资料我都已经放上去了哈，所以你们就是可以。有空可以下载，可以下载。那录音档里面，录音档我们通常都会放在 YouTube 上面啊，所以你 YouTube，你如果到我的频道去看免疫学，你可以看到去年的还在，就是都还在，我没有把它删除掉。然后可能今年跟去年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啊，所以的录音档上面都会写学期，就是。一零还是109学年度啊？什么？就是不要看清楚。好，你看这么快，我都讲完了，有问题吗？你有问题？哦，伤口一定要冷静哦。没有啊，不用担心。小考，你要在上课。我上课的时候应该还不会开，可能会下课之后才会开。那你可以自己用手机考，因为小考都是 Google Home，手机就可以考，好不好？那小考就是小考，如果用 Google Home，大部分就是选择题。然后
细胞学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其中的期末考大部分都选择题，但里面一定会有一两题是那种，就是我突发奇想要考你们的怪东西。大部分是应用或者是阅读题，好，所以应用的或是阅读题，它的答案通常都是简答，它的答案都是简答。那免疫学我大概去年免疫学放了，它是什么？阅读题，还有考的是阅读题。那今年我想放一些应用的，那应用可能就是会需要想一下这样子，好，所以应该不会影响太，所以你不会写，不会让你就整个荡掉，或是好像成绩大失血这样，就不用太担心，就试试看嘛。等于我知道你们习惯就是 A+1=2那样子的一个考试的方式，所以我尽量就是定义或者是。谁做什么事情那一类的考试题目，但是我希望你们学了之后能够应用，所以我还是会放一两题应用的东西在里头，就是让你们稍微动一动脑筋，大概免疫学的题型大概是长什么样子。然后其他问题没？下课。你们要怎么办？你们自己决定嘿。他就不知道什么意思。